我操，现在是真你妈累屁了。我现在刚从这个公园出来，然后天阴天又要下雨了。我现在看完这个景点再去看一个教堂，立刻准备去那个布鲁日啊。我估计到达布鲁日可能给晚上八九点钟，希望能找到我的旅店。这边的这个楼盖的也都是很不错的，我觉得很现代化，跟北京很像，我觉得。